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墨，来看一下医生精品流银的优惠。老玩家们应该都知道，流银刚出来那会被大家调侃是那个星星脸，于是就对脸型进行了优惠。可以看到经过优惠之后的流银还是蛮好看的，作为当时的现实精皮，丝毫不逊现在的一些时装。个人觉得整体建模的质量和服装设计都挺好看的。至于特效的话，当时也没有什么在意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官方特意对特效重新优化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。是把那个之前脖子处的蓝色荧光特效去掉了，换成了现在的周边白色粒子环绕的效果。看上去的话是蛮不错的，但就是有些好奇为什么要把之前的去掉呢？这个操作没有搞懂，保留下的话不好看吗？是怕显得有点突兀吗？还是什么呢？然后不知道小伙伴们更喜欢现在的特效呢，还是之前的特效呢？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